这位同学要去哪儿？去北京，去北京把那个图书馆一号拿回来是吧？去北京把那个图书馆一号拿回来是吧？你来吗？图书馆。 飞起来是飞机，飞不起来是毛驴车。话虽简单，但他却给自己下了一个大赌注：这一天一地之间是要用生命去丈量的。而对于阿卜杜拉来说，他几乎是在根本无法实现的选择中为自己创造着可能。 就是造飞机是，就是我的想法，但是呢，我的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就是也可以说，找材料找不到钱，找不到资金，有的资金找不到那航线，就是到处跑，也许可能是5、6年过去了，学校领导、学生也是非常支持我。 后来就我的信心嘛，就是更大了，你知道，我决心一定要造一架飞机来，一定要飞起来，一定要飞起来。那个嘛，多少个那个礼拜天，熟悉的那寒暑假，都在那隔壁天，我们试飞，一次没事拿去，没事失败，没事几十次。 又是个失速，失速了。 他追求成功的精神也影响了他身边一大批学生。我的就是湖南前线的湖南地区，包括五级也有一批学生，包括这个是全国包括我们就是有几百个人嘛，已经是农村嘛也是一个人才的开始。所以嘛，有些人说的啊，你教出来那么多学生，你教出来说学什么比你厂子多。
哎，他们现在是也就是爬山离境，你现在是早上一点的钱还是花到这个飞机上头，你有什么经济效益？哎，现在社会效益嘛算是有一点，但是嘛经济效益啥都没有，还是钱账性的那钱账，这原来没想到那经济效益的事情，现在嘛有点考虑啊，要是这个发现这个飞机的事情啊，还是有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吐鲁番在搞这种人多吗？五星大队就叫杨香啊，有一个人坐直升飞机啊，那个塞得很，老飞机场啊，那个人还坐飞机呢，他两架飞机，杨香是一架飞机，然后这个老机场架飞机四架飞机了，加这个也直升五架飞机，他那个航空飞这个滑翔机，动力加一个动力以后嘛，六架飞机。现在突然有六架直升飞机，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多人喜欢飞行啊？因为他这个地嘛，特别低，他想飞起来高空中看看，这算是一个原因吗？他突然嘛，那个你在火焰山旁边看的话，那上面有好多鹰，那么可以停得住，他说明底下有个热气流。扶住它，还有盆地的原因啊，盆地热了以后嘛，它脊椎慢慢就上升气流特别好，上升气流好特别适宜搞这个这个滑翔伞，滑翔伞上去后嘛，它就滑翔伞它就热气流原因它就慢慢可以滑行时间特别长，这是一种它的自然的这个条件，优势条件，便于飞行，便于搞这个化航空运动。从火焰山从火焰山做个机场的机场，对，个前浮洞，前浮洞、曙光塔、胶河古城在十几年的设计飞行中，阿卜杜拉不断拓展着自己的思路，他把吐鲁番的旅游事业同自己的飞机结合起来，他利用教学外的闲余时间穿梭在故乡的历史遗迹中，高昌胶河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两座重要城池，历尽千年沧桑，演绎过无数历史变迁，今天我们依然能从遗留的残垣断壁中感受那历史的风尘。为了再次试飞，阿卜杜拉调动了他的家人和学生，投入了紧张的抢修工作。反正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啊，旅游开放的城市，也很必要的。后来是虽然我们的飞机，我们坐的飞机，虽然是那个什么拉人是不可能也罢，拉人不可能也罢，反正是。Korktum, endi korksam, Xudoyim bor, endi qana qilaman, dedim. Endi bu qilganki, o'zim shu ushsi qo'sha o'sib bo'ldi, debdi. Korktum, bir bola tursa. Shu fu 完成，可以再次进行试验飞行了。和往常一样，阿卜杜拉要把他的飞机重新装饰一番。但是去打算去买，哎呀，
Apa hoş etse? Kudayım aman ya. Hoş ver verir. Rehberlik bu dışına. Kudayım otak. Silah koyunlar. Hoş geldin. Kudayım keç ama yeni. Onun kerek yok. Ne kudaya borsa aman uçur. Uç olayım ya. Kudayım aman ya. Hoş.飞机的拼装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会儿他又将驾着吐鲁番二号，也将载着他十几年的追求起飞。喂喂，你把这安娜飞机没没起好了，起好了，没关了。虽然每次试飞失败和成功都在同一个跑道上延伸，但我们知道他认准了一次成功的飞行。机冲上了跑道。我记得临行前，他给我看了他航空俱乐部的营业执照。不久，他将以法人身份开始挂牌营业。我希望他还能成功。来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